它哎很好玩的就是。我们吃的是雌蕊，有一点白色的花，雄蕊的花哈、哦，它生长的是黄色的玉米。哦。那它的花是有点红的，它生长出来的是白色的玉米。哈、哦，刚好是你们可以，如果说你们到那一种乡间小路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看得到说，哇。这个是白玉米，或者是黄玉米，你们担心？你说怎么变？开白花的是黄玉米，开红花的是白玉米。开白花的种来种糯米，糯米玉米。黄的是开红的花是白玉米，嘿，对。你是说甜玉米吗？对，甜玉米。对啊，嘿，所以这个是甜玉米，这是甜玉米，好，甜玉米是黄色的，哎，对对对。糯米的那种是白色吗？白玉米，所以我们这全部都是黄色吗？这全部都是黄色，对，这、就是黄色。红色的花是糯米玉米。那个，不是不是、欸，所以这是黄玉米，这是黄玉米，白色啊，红色的花是白玉米。我们是看上面的花。你是说上面那个花？可是这看起来是白的嘞。对，那、啊、所以说它是黄色的玉米，好、哦，是黄玉米。好 ，OK， 那像那玉米笋啊，哦，玉米笋其实就比较小一点的，就摘下来。对对对，哦，那其实它是一种蔬果的动作。欸、因为每一颗、哦、它只有留一穗，当玉米水哦，不是哦，是成品哦，哎，对，那怎么合呢？一个才30块、40块一只，没办法，这边的就是这样子。那个哎、主要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在超市那个玉米水那么小，然后在那边吃到那个玉米，昨天在鸟中吃的玉米水很大，可能有20公分、15公分啊，差了三倍。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哈、哦，它在。跟品种是有关系的、哦、因为有一些品种它可能是比较软一点，嗯，那还是很嫩，昨天那个还是很嫩、哦啊、所以说它可以小小就把拔掉了 ，OK， 但是比较硬一点的时候，它可能要大一点哦，才拔。Okay. 你所吃到的应该是有一点类似于白色的，白色的，对，真的是白色。我昨天很长，15公分，超市的比较黄哈、哦，而且比较短。好，那这种花，这种植物哈、哦，好多柠檬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它 OK， 它是绿肥的一种哦，它是肥呀、啊，肥料。有人插过花吗？插花买了，打牌的时候插花，不要打牌时候。OK， 有些人哦，有些人哦，一看到的时候就说，这个是跳舞篮。哦，有像。哦、不是啦、啊、差太远。是、哦、但是稍微看文心兰。文心兰插花的时候很多。对，还蛮像的，而且是远远看是蛮像的。哦、那它叫做什么是、啊、卖关子也不是这样子。通用花吗？它叫太阳马。通用美丽太阳马。老师你怎么回事？你在卖关子、哦、你搞啊你。它这中间修根的时候，修根的时候都算这个，然后要根的时候，它撒种子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修掉吗？还是？它推土机，它整个耕耘机整个掉，对。它这边本来种什么？家本来种啥？其实可以看得到，可以看得到说哈，不是稻子的，它以前是稻子。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上一次的一个东西，它还在那边。哦，所以它中间是修根，是不是？它是修根，哈、哦。现在在修根。对，就恢复地力是吧？对，因为它是豆科的，所以说它可以孵蛋。孵蛋，对，它可以孵蛋，蛋器是吧？对，哎。那这个果子呢？这个果子是它的果子吗？这黄色的东西的果子吗？另外的。这个吗？对。哦，这个草啊，这是草。对，这是一种气灵。拔草皮有没有水啊？你去油啊？去淋啊？去。不是很多小朋友都拿那个丢人。不是吧？不是不是不是。不是。这是。先生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花生吗？花生，对。哦，
这是花生。我林小五年还投刀。哎，但是投刀哈，不能在大陆讲，因为大陆是那个马铃薯。马铃薯。哎，大陆是。那他们的投刀，对，就叫花生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叫花生。他们花生就是花生，那但是如果说是投刀的话，在大陆那边是马铃薯。马铃薯，对。清炒土豆丝很好吃。后面有车，后面有车，对，自动让开就好了。对，请问可以跟你要张名片吗？哦，好。您是梅花田的员工还是导游？哎，我是厂长。哦，你是厂长？啊，是嘞，是嘞。哦，原来是厂长。太阳马哪里是太阳马？哪里是太阳马？是黄色的。哦，这就是太阳马。听完了我就忘了，伤脑筋。后来他们就是上次的那个研讨会延伸的成立一个是研讨会，哦，他们的学员成立的，因为他要我的东西呀，啊，对对对，他我昨天就多少接到了，就行程就多棉花，哦，赶给他，对。不是啊，实际上或者是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网站嘛，网上服务的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草，哎，如果说草哈，在乡下看到这样子的草，是只有两种，是因为休耕来的，不是这种草哈，大约就是两种，这是鬼针草嘛？对哈，因为草其实它是一年生的，是啊，所以说如果它是一年到了，它是会这样子干干的，就变成这样干了。如果不是一年生的，其实它是因为除草剂的关系导致于它。所以现在它是除草剂的关系了吗？一边走一边想，是吧？现是，哎，因为它已经长得很高了，所以说它是一年到了。哦，它是一年到了。它有多远啊？啊？它有多远？哎，200公尺是多远？你跑一下就知道了。前面有一个。你的速度差不多一分钟。200公尺只要一分钟吗？对，你跑你的速度。我100公尺16秒。哇，现在还16秒吗？啊，现在吗？当年、我在想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一定要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。